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很多经文当中写到，菩萨的初发心时即成正等正觉啊，也就是说，当你发出这个愿力的时候，准备学佛的时候，你的这种能量非常非常大。用现在的话讲啊，就是当你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的决心是势不可挡的啊。但是当你啊做错事情了，你再想一想啊，那么可能你会想到，哎呀，这没那么容易嘛。最早的时候啊，我这个可能想法有啊缺陷啊，然后呢许愿许过头了啊，我现在能不能再啊回过来。这就是很多人的懈怠，这就是很多人的啊没有往前进的这个愿力。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人会越修越差，因为人间的烦恼挫折和你所有的错误，你都没有好好的把握住，你都没有用初始心来战胜这些烦恼心和困难的心。我们很多人在人间做事情，做一点扔一点，做一套说一套，慢慢的就丢掉了自己的本性啊，本性就没有了。所以学佛不是花花草草，我们学佛人是专门的深入进去，我们学佛人要锲而不舍的，因为佛能通一切智慧，彻万法缘啊，就是告诉我们菩萨他能够通达任何一切的智慧。你今天想不通，还在痛苦，还在烦恼，还在觉得纠结当中，你离开了一切智了。菩萨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没有智慧的，人间所有的烦恼对菩萨来讲都有智慧把它解决的。你今天不能解决这个烦恼，你就是会增加烦恼，所以你就是不能通达一切智，彻万法缘。什么叫彻万法缘？彻底领悟所有的法的源泉来自于哪里。所以学佛要靠智慧，你才能了解万法的根源啊！你看我们学法学佛都有根源的呀，大家想一想，你们怎么会来学佛的？每个人都有个根源吧，经常想到啊。有的人告诉我说，他学佛是因为家里爸爸啊身体不好，或者母亲，或者自己曾经感情上受到伤害等等的一切，那个时候说下定决心，我要好好的改变自己，我再也不能颓废，我再也不能懈怠，不能浪费生命，我要寻找一个解脱的方法。你记住你这个万法之源，你记住你为什么要学佛的，你就能有始有终。所以学佛人不能有始无终啊！一个人学到后来不能归元，就不能通畅啊！学到后来要明白菩萨叫我们做什么，你要学会什么叫通畅。学佛最困难的时候实际上是开始的，你开始之后的境界一定啊
开始是最高的，慢慢的一落千丈。因为当你开始许大愿的时候，你的劣根性就会暴露出来，你的烦恼、你的嗔恨心都会自然流露，然后你就会碰到困难放弃。就跟人的婚姻一样啊，没结过婚的人非常想念的有个家，要结婚，但是一结婚之后，他的业障来了，他的烦恼不断，他的自私心造成了婚姻的破裂一样。所以在佛教中有一句话叫出正则中修，我们要懂得学佛的初心非常重要，初心很正，就是你的发心很正，则中修，最终你会修成佛道，就是要靠着恒心啊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，初正则中修，就是因为你的初心很正，你最后一定修得成。那么修得成靠的是什么？就是靠你的恒心呀！你有了恒心，你就能够把最初的初始心延续到最后，你就不会退转和懈怠啊，不会懈怠。所以学佛修心，我们做人要讲道德，讲品行，这就是佛法提倡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品德好的人不作恶，道德好的人众善奉行。所以如果一个学佛好的人的基础一定是好的，一个学不好佛的人的基础他一定不好，善良的根基不足啊。所以在平时生活当中，如果这个人一直很善良，他终有一天会开窍，会学佛，会入门。一个人平时你跟他接触就是非常刁钻非常尖刻的人，你叫他怎么样能够学好佛，他连最起码的慈悲心善良心都不够。所以佛法有很多法门呢，有天台宗啊、禅宗啊、净土宗啊，有密宗啊、有显教啊，它并不是每一个宗派、每一个教派，它都要你学习、要你熟悉。实际上，很多人什么都懂一点，到了最后什么都得不到，一辈子成不了专家，还会走很多冤枉的路。什么都觉得好，什么都想学，最后别人学成了，你还在学。这个就是师父告诉你，每个人有每个人学佛的缘分，每个人有每个人成佛的道理。你如果把每个人的环境和条件全部用你自己的心念来接受它，你慢慢的时间长了，你就是还在学，别人早就已经成佛了。真正的理解佛法，要须觉他日妄想，这句话大家记住，须觉他日妄想。须就是你必须要断绝过去的他日，就是过去的妄想，就是告诉我们曾经的幻想、曾经的迷惑、过去的对佛法的各种理解，让我们很多想不通，学了一大堆，最后在迷惑颠倒当中，你连本性和为人的基本修养你可能都没修好。所以很多人整天在修，修到后来看见别人慢慢的失去了那种关心和慈悲。佛法讲勤修清净波罗蜜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说修行的人要精进的修行，
你才会心中清净，这就是智慧的产生。有智慧的人，他不会失去菩提心的，啊，恒不忘失菩提心，恒常不忘失菩提心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有菩提心的人就是想去帮助别人，啊，所以修到后来，产生了很多想去帮助别人的心的人，他就是在证悟当中。所以灭除障垢无有余，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要消灭自己内心的业障和污垢。因为修心啊，内修外修都有讲究的。你只是在外修，你没内修，你内心的业障和污垢无法去除，你就无法得到啊善果。所以一切妙行皆成就，啊，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凡是一切的妙法，去救度别人的妙法，都会产生善良的果报，啊，所以勤修清净波罗蜜，恒不忘失菩提心，灭除障垢无有余，一切妙行皆成就。就是让我们懂得勤修，专门精进的去专门修自己的清净心，你才能达到智慧圆满的般若心。啊，人怎么会有智慧的？勤修得来的呀！东看看西看看，心散了，心乱了，什么都懂一点，最后什么都不懂。所以用恒心，不要忘却初始心。所以最初的初始心当中，因为有菩提心在里边的，你们想想看，你们去开始求菩萨的时候，我要找到佛法，我要救我的爸爸，我要救我的妈妈，或者救我的妹妹，救我的弟弟，一切都是菩提心的起源，让你不能忘记初心，就是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菩提心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解开讲，就是我们灭掉自己的业障，不能有任何的余地，不要给他在心中留有一块可以隐藏肮脏的污垢和孽障的地方。所以很多人说我说话很直，特别开心，听别人讲话像一碗水一样看得到底的，而有些人就喜欢把自己的业障，把自己的烦恼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，来伤害自己，来让自己难受，让自己忘不了，远离了菩提心。所以一切妙行皆成就，就是菩提心呀，啊，菩提心就是普度众生的一颗心。所以修心修到后来，如果这个人没有广发菩提心，没有救度众生的心念的人，你就失去了菩提心，你只是一个修自我的一个修行人，因为只有思维去救度众生，你才能求证宇宙生灭本源的根，你才能知道这个宇宙空间到底是什么个缘分。所以修到后来就知道了，众生啊都是我的亲人，连今天我放生的鱼也有可能是你曾经的亲人，你今天救下的刀下的所有的生灵全部可能都是你的本源，都是跟你有亲戚关系的，啊，只是你不知道。所以善护念自己的悲心，你们有没有悲心？看见人家苦了你们难受，看见别人哭了你们会不会流泪？现在的人看见别人哭了就笑，看见别人痛苦了活该，看见别人家里着火了最好全部烧光，开心得不得了，
这就是现代人的心，远离悲心。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人伤我痛啊，无缘大慈啊，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没有缘分，但是又有宿缘，所以观世音菩萨还能伸出千手千眼救度一切众生的悲悯心生出来。其实每一个眼每一个手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，就是成全了我们救度众生的这颗大悲心。所以学佛人应该常常升起自己惭愧的心和忏悔的心，因为忏悔心和惭愧心能够让你升起般若智慧。你们不要以为啊，经常能够掉眼泪的人他是一个慈悲的人，他今天还哭得出来说明他还有慈悲心啊。你去看看很多的杀人犯，你要把他枪毙了他都不掉眼泪啊。你去看看有很多的杀人犯，就是最后见一下母亲他都不掉眼泪，他没有悲心啊。而我们每一个人要懂得慈悲，那是我们的菩萨的境界，那是我们初始心啊。所以保护好自己，能够每天升起般若心的初始心，那就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每天念心经，就是把你的心变得越来越有悲悯心。一个人总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，总觉得对不起别人，总觉得我过去伤害过别人，如果有这种心的人，你这个人不会懈怠，总觉得自己功高我慢，总觉得别人不如你的人，他不会有太多的悲悯心。所以经常要感恩，经常要长生忏悔啊，那是个宝贝啊。因为你长生忏悔，别人会慈悲同情你，经常去作恶或者去欺负别人的人一定是一个功高我慢者。所以佛法中讲，如能常持忏悔心啊和惭愧心，你一定能精进修行，得到精进波罗蜜，你将道心不忘波罗蜜，就是在修行当中啊，不会忘记自己的本源呐。所以，一个人的心的清净，就是通向大菩提心的资粮啊。所以，师父要你们变得越来越干净，不要留有任何的杂念在自己的内心当中，你才能超脱这个五欲六尘啊。所以清净会让你升起初发心，初发心就是你的正等正觉的心。这就是师父今天跟你们讲的，如果一个人拥有正等正觉心，他拥有初发心，才会让你懂得怎么样在人间自度度他，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超脱凡人的境界，而进入菩萨的正等正觉的菩萨境界。